特别讨人喜爱。首先从你们从外形上来看，它小巧玲珑，然后主要是它天生着一对忧郁的蓝色的眼睛，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就激起一种什么呢，爱怜和同情。而这个猴子很乖巧，它从来不会就说进到那个村民的种植的那一些农作物地里面去搞破坏。